自从升级做爸爸以来，黎明已经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许久没有见到黎明，粉丝都一直在等他的出现。近日，当爸后的黎明首次出席公开活动，活动前他已表明不会接受访问。台上他分享拍摄宣传片的趣事，看到他心广体盘，相信他照顾女儿也非常开心。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，51岁的黎明升级做爸爸了。小他19岁的女助理陈咏仪在香港为他生下了一个5斤重的女儿。当了爸爸的黎明，真是心情也跟着好了不少，会时不时的露出笑容，满满的幸福感呢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